爱雪，哎，小翔好无聊哦，你觉得嘞？好无聊。那我们来红帽火警好不好？好啊。喂，英雄，狼子欧呀。喂，英雄你好，我叫思文。好，不要急，跟我讲你家的地址。我们家住南京路103号二楼，谢谢。好，先等他过去。小翔，那个男人真的很好骗呢。现在已经没有人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救我了，怎么掉？现在成功了，但失火，我们快点过去。是，可恶，就是小孩子在。小翔，好无聊，我们再玩玩一下好不好？喂，九，我家失火了。你要提供我讲你们家地址。南京路113号六巷。好，马上过去。刚刚我和小翔的行为不但严重浪费社会资源，更可能因为这样的小动作使得真正需要救援的人得不到适当的帮忙，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。事实上，类似上述的行为已经触犯消防法第36条相关规定，依法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下罚款。谢谢大家。